Tatsächlich.亏，其实蛮亏的，妈，本来他玩不了了的，那血亏越想越亏。你凭什么？哥点了攻速嘛，怎么说嘛，不亏了。人就不好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卖了卖了，快卖快卖，我没六级，他我不该在台上摸他，摸了他吗？那就不能怪我六级，我是摸了卡，我没摸他，不怪你，不能怪你，哎呦，这是叫什么的？我倒，run。别被打血，别打血就被越了。你到底是什么心态？你到底是什么心态？一个人来挑战我的呀？那留了，留是吧？对吧？行，你杀我打野，我杀你打野。有闪吗？有闪吗？说话说话说话，有闪吗？有闪吗？我来了，我们在靠，我感觉还行。用 F，喝一下，喝一下。哦，转一下。我一走了，他好像没有，哎呦哎呦，好晃！我操！我操！我吃你蛤蟆，再吃你人。人傻。没有，赶紧啊！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没法去了。一无聊，一无聊，好吧。留吧，留吧，留下吧。你控一下卡牌，哥们儿。偷了两个头，又给他偷了两个头。他本来一个头，被偷了两个，对你两个。那不是我，那不是北队。什么北队啊？北队上路，我不知道吗？哦，我知道上不上北队啊？他们说啥呢？给两百力推起来。你在干嘛？还是打架呗，现在就是打架，还行的，这波还不错。还有太难给背了，背的很完美。啊，杀不了，他还有饼干。一空啊！Q 空了，这波换个那个诺手绝活哥来，应该双杀了。下次什么技能？没大。哇，现在我下次没大，但是他有格局，来呀，挺好的，他应该会过的。哎呀，这他肯定死。好惨，闪过去。我操！我操！哎，可以干，可以干，打断，可以，看没有？没打，对，秒了他。AD 没闪，AD 没闪。你怎么又跟他干起来了？哇，肥。746。你的伤害乔塔了吗？没有，他把兵清了，攻击力拿走。他杀卡牌不能用一，留着一拉他大，拉就能杀他，鬼步一开，帅，哎，没法，变态了，变态，变态招数。我可以带下，我也 TP。我被永双了，他也二走了，我怎么他都，哎。被你打得过的，我是不是人脸的？没我打剑魔，我就扔了。我的，那是处理剑没毛病。哦，剑不太怕。你也打得过他？一个吧，一个吧。他装备一般。我的发！手忙脚乱。
追过去。嗯，感觉大概是蛤蟆一样。那有点，那会打起来。我的音乐有点烂啊。好的。有过来，这剑宝感觉会送啊。对。没想上，没想挨着。打野 ID 好长。哎呦。